圣约灵修今日读经，撒迦利亚书九到十一章。主是我意象，作者苏炳僧长老。撒迦利亚书和以赛亚书是旧约中对弥赛亚预言最丰富的书卷，愿这卷美好的意象之书在此引领我们思念主耶稣。愿主天天成为我意象。主啊，所爱之人的过往我们都喜欢关注，有关你生平荣美之事昼夜思想的人岂不是有福？大祭司约书亚，撒旦与他作对，污秽的衣服竟换成了华美的衣服，因上帝要使他的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，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。主啊，愿大卫的苗裔成为你每一位儿女每时每刻的平安，成为我们自由和喜乐的秘诀，在我们犯罪得罪你的时候，能胜过撒旦的控告，高举大祭司约书亚的意象，披上这华美的衣服，到你面前忧伤流泪，寻求和好。因为我们从来就不是靠自己的义，乃是靠我们大祭司耶稣基督的义。你已经一日之间除掉了我们的罪，有你称我们为义，谁能控告我们呢？有你的救恩做装饰，有谁说我们不美呢？总督所罗巴伯大有权柄，大大彰显了圣灵的能力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大山在他面前都算不了什么，都要变成平地。在圣殿被毁之后，他亲手立下了殿的根基。谁藐视这日的事微小呢？主啊，谁知道起初微小，日久便如此尊大的事呢？我们赞美你作为的伟大，因为你的救赎大功已成。你在圣灵的大能中死而复生，三日之内建立了永恒的圣殿，并且建造我们为你的灵宫。你做我们的君王，保护我们免受魔鬼和罪恶权势的攻打。愿你的教会时常看见你这位坐在高天之上的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看见你的圣灵遍察和护理全地。愿世界的风波不让我们惊慌，因为你一掩面我们才惊慌，你一掩面我们就如将死之人。看啊，那名为大卫苗裔的，他要在本处长起来，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。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，并担负尊荣，坐在位上掌王权，又必在位上做祭司，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。主啊，你是麦基洗德般尊贵的祭司，你也是犹大支派手握权杖的君王，你是被献上的替罪羔羊，你也是主动出击的勇猛狮子，你是约书亚，你也是所罗巴伯，你是我们的救主，也是我们生命的主。愿我们在你面前时常看见自己的胆怯，也看见自己的鲁莽，愿你赐给我们你的温柔谦卑，也赐给我们刚强勇敢。谁能有如此奇异的性情？唯有主耶稣基督。求你怜悯我们，警醒我们。愿我每天不做笑柄的东施，一心向往君尊的祭司。西安的民啊，应当大大喜乐，耶路撒冷的民呢，应当欢呼。看啊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他是公义的，并且施行拯救，谦谦和和的骑驴，就是骑着驴的驹子。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，征战的弓也必除灭。他必向列国讲和平，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，从大河管到地极。主啊，温柔谦卑的王，隐藏了你至尊的荣耀和至高的光华。若不是你圣善的灵开启我们熟视之眼，谁能认出你？
谁不愿马上拥有一位强有力的君王作为依靠，以便保平安和幸福到老？谁会信一位看起来虚弱无力、历经羞辱嘲讽，最终好像自身难保被钉十字架的神？主啊，如今我们生命也要遭遇各样苦难和不幸，我们如何见证一位赐平安和喜乐的神呢？除非你的平安是苦难中的平安，你的喜乐是忧愁中的喜乐，否则世人透过我们所认识的你，就是他们去灾求福的工具，无非是自己属世欲望的投射。主啊，温柔谦卑的王，求你让我们在你隐藏能力的时候看见你的权柄，看见你照样掌管这海到那海，从大河到地极，因为破坏平安的只有罪恶，终结幸福的只是死亡。若是苦难和逼迫让我们更加认识你，就是不平安中出人意料的平安；若是痛楚和眼泪催我们更加靠近你，就是不幸中的大幸；若是安顺和世俗之乐让我们远离你，就是最大的苦难和灾祸。何等爱我们的主，只会夺走我们对世界的爱，不会隔绝基督对我们的爱。我对他们说，你们若以为美，就给我工价，不然就罢了。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。耶和华吩咐我说，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要户，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要户了。主啊，30块钱可以出卖你，亲吻可以出卖你，犹大可以出卖你，彼得可以出卖你，惧怕可以出卖你，勇敢可以出卖你，失败可以出卖你，得意可以出卖你，理性可以出卖你，热情可以出卖你，内心可以出卖你，行为可以出卖你，休假可以出卖你，事工可以出卖你，读经可以出卖你，祷告可以出卖你，安逸可以出卖你，受苦可以出卖你，才干可以出卖你，品德可以出卖你，教宗可以出卖你，我们可以出卖你。你却以无比的代价舍身买回了我们，叫我们回头后去兼顾其他弟兄。主啊，你的慈爱和信实永远长存。阿们。